纯骨髓啊，看，拌一下。这种的看能不能吸出来，没有内存了。哎呦，来点这个酱酱，牛骨髓来更新了。这玩意儿叫一口香，两口油滋滋。这是脂肪颗粒，鸡蛋糕是咬不出来这种脂肪颗粒的。丢那边还有这个呢，好香啊！今天煮的时间没有那么长，就没碎。这是硬骨头，这边好香啊。全部拿出来了，每一口都是喝油的感觉。
这个从这边吃，这边太细了。全出来了。上头神器，有点小。牛骨髓刚做好，点烫，
再吸一个。哗哗流油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还有个更小的勺。妈呀，烫死我了，好烫！怎么回事？看这块，咚咚的大鼓咚。像他们像我谁啊，一会儿观音和牛我谁的。